人生就是敢想敢实现。可惜癌症似乎是都市人无可避免的难关，而在香港每五位女性及每四位男性分别有一位于75岁前患上某类癌症。现时香港主要癌症第一位是大肠癌，第二位是肺癌，第三位是乳腺癌。要对症下药就要用上化疗和标靶药，加上手术费预计每年要18-35万港元，所以最好要未雨绸缪，装备好自己，有攻守道癌症保障计划旁身，进可攻退可守， keep fighting。 先有简易核保，只需通过4条简单核保问题，60秒内即可完成投保，还有多达2次原位癌或早期癌症权益，不会影响保费负责，更有延伸癌症治疗权益，由中医诊症到营养师咨询，终身限额多达20次，每次高达600港元。即使患上原位癌或者其他癌症，都无需担心日常起居饮食，为了稳守你的健康，特设家庭关怀转介服务，够晒贴心。如果在保障期内保单没有作过任何赔偿，在40和65岁时可征购癌症保障计划，而无需核保验身，帮你加强储备，继续精彩人生。而且如果保单没有作过癌症权益或身故权益赔偿，在保单期满时不只有回赠，还有特别奖赏。出击就是最佳防卫，攻守有道，自然就 fearless 啦。立即同我哋嘅富卫理财顾问倾倾，了解更多详情。